其实是在节目上见的，他有来过《天天向上》，当时没有太多互动，对，就是嘉宾。后来就是在进组之前唯独有见到。反差没有啊，就感觉挺亲切的，挺亲近的，感觉特别好，很默契啊，就是相处得很好，就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争执啊，对，满分。不是那个打肖战那句话，我是开玩笑说的。然后呢，他也打我，不是我打他，我俩互打，是一个我们见面打招呼的一个方式。不要乱想，也不要想偏了，很正常。拍夜戏拍困，我们也会互相打，就提一下身。啊，对，我俩就是天天开玩笑的。平时如果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们笑点的话，就会可能会一直笑。记不清了，但是都是因为。你很好，我喜欢你。